诗篇第四十八篇，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，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看哪，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。他们见了这城，就惊奇上胆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斯的船只，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们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它的外郭，查看它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